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它说哈 ，x 加 y 加 z 加 u 等于100，那满足这种方程式的，然后这个 x、y、z 它有这样的限制啊，那在这个限制之下哈，满足这个方程数式的这个整数解的个数有多少？好，那这个 x 大于负一哈，代表什么？代表那个 x 哈。它是大于等于零，那 y 大于2的话，代表 y 大于等于3，那 z 大于3的话，代表 z 哈大于等于4啊。哦，啊这个 u 它是大于等于负2。好，那我现在给它变换变数了，这个呢大于等于3嘛，我现在哈两边哈。给它呢减三，就是说 x 哈加上多少呢？减三，就 y 哈减三哈。z 的话呢，给它减四，加上呢 z 减四，再加多少？u 的话呢，给它加二，u 加二。那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两边的话，这个是。这边哈、哦，减七加二嘛，减七加二就是减七加二，等于是减五嘛，那两边减五了，我这边减五，这边要减五，就95。好，那这个呢，我就令它哈、哦、叫做什么呢？叫做 A 好了，这个叫做 B， 这个叫做 C。好，那现在 A 哈、哦、，A 的话它就大于等于零了，哦，这个 y 减三大于等于。就加变成 a 大于等于零，哦 ，x 大于等于零 ，a 大于等于零，那 b 的话也是大于等于零，那这个 u 的话哈，u 加二的话大于等于零嘛 ，u 加二就是 c，c 也是大于等于零，我限制条件变成这个样子，也就是说 x 哈加上 a 加上 b 加上 c 哈，这个等于。95，然后它的限制是 x 大于等于零，a 大于等于零，这 b 大于等于零 ，c 大于等于零。好，那这样的话等于哈，我把这个看成什么？看成是一些物件。好，那一些物件的话呢，这四种物件哈，我取95次。那有几种方法，比如说 x 的话呢，取了90次，那这个物件哈取了多少？取了3次，这个物件取一次，这个物件取一次，这样就是一种方法嘛。那等于什么呢？等于是四个物件哈，四个物件的话取几次呢？我说这个取94次，取3次，取一次，取一次，那这个是一种方法。就是总共取几次呢？取95次，所以答案就是这个啊。这个当然是等于 c 的4加95减1啊，取95这样子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就等于 c 多少呢？95加上3，这是98了。95加3嘛，取95等于是取3了。好。这个是本来是95嘛，也会等于 c 98，取多少呢？取3。哦，所以这是98乘以97乘以96，除以3乘2乘1，那616啊，六六三十六，哦，那这样就可以算出来了。这样算出来的话呢是多少？98乘以97乘以16，这个是152096了。哦，不过答案写这样就可以了。哦，或者是写这样也可以了。